华严经富含宇宙的真相与智慧，能够帮助我们开启心灵的富贵。华严经有经中之王的美誉，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的宇宙观，讲的就是人与万物同为一体，强调人跟万物是生命共同体，大家走入华严，善待地球，和宇宙产生正向的连结，成就富贵的人生。开经翻开的第一卷，读诵的第一卷就是成功的开始了啊！所以我们要卷卷呢都能够如实的来修，跟着佛菩萨，跟着毗卢遮那佛的愿力，能够同愿同行同修同证。很多居士都会想说呢，这部大方广佛华严经哈，是因为有八十华严嘛哈，读诵起来是非常辛苦的啊。所以呢，大众呢都是会从小部经啦哈，譬如说心经啊，260个字啦哈，还有地藏经啦、普门品啦哈，比较小品的经文来读诵。那么我相信呢，这个叫做浅浅。有浅浅的这种福报的集资啊，到最后呢，你就能够接触到这一部的华严经，它叫做富贵华严，它是非常不可思议的富贵华严。那么大众接触到这一华严经以后呢，你会开启了你心源的这个富贵。华严经富含宇宙真相与智慧，不读华严，不知佛富贵，万法为心所现，为事所变，印证了心念转变立即可以传达整个宇宙，所以能够造善业成就善业，自然回馈的就是正能量，心灵的富贵就是从此而来。十方新闻郭文许建议台中采访报道。